来到宁夏的中心广场这边了。哦，好多好多车，好多人啊！今天好多活动啊，然后很多商贩啊在这边摆摊。好多人啊！你到放假的话，有切糕，切糕，哦，好多切糕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闻起来甜的。哦，种子，这个是种子。哦，好多人啊！好多人，要过去先。这条街就很多人在这边摆摊。我以前摆摊的话，就在摆在路边，不过现在摆摊的升级了，都配辆车。刚刚在那个八方十三巷，还是人不是很多，就比较空旷的。但是来到市中心的话，那个就显得很热闹了，显得很热闹。好有年味，新年就很热闹。各个地方啊都搞活动，就显得很热闹。往这边走吧，往。不出来不知道啊，逢年过节一出来，这宁夏好热闹，好多人啊，好有生机勃勃。这一年的第一天就感觉这个城市就很有活力。来到宁夏的话，我觉得宁夏最好吃的、最吸引我的还是烤红薯。然后这边的烤红薯都烤得很好吃的，我买点回去吃一下。师傅啊，那个红薯怎么卖啊？红薯9块一斤。9块一斤，我挑一个。我要就这些挑，里面都可以吃的哈。啊，可以吃的。你要哪一个？我要。这个凉着呢，凉了。你拿个热的，拿就这个吧。这个还没熟，还没熟啊。看哪个好，我挑一个。啊，这个吧，哎，这个烤的挺好看的。这个就这个。一斤3.27，12.3。12块。啊，12块，好。好了，买好了这个。烤红薯烤得很好，金黄金黄的，很香。回去再吃。元旦的话，再买些去商场买些汤圆，回去煮一下。黑芝麻汤圆果仁啊，我还是喜欢果仁汤圆。要买两袋吧，然后回去煮一下。回到村里头了，再买两块鸡肉。再买两块鸡肉，回去煮给狗狗吃。要两块鸡肉。
回来了，娜娜一回来就赶紧吃狗粮，我赶紧煮鸡胸肉给你们吃哈。今晚吃鸡胸肉。娜娜怎么了？可以吃东西啦，煮了一大锅的鸡胸肉，今天煮多点给你们吃哈，娜娜。别啦，元旦快乐，吃多点吧，吃吧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可以吃汤圆了。元旦了，元旦吃汤圆，团团圆圆，吃个意头。